嘉一，李老师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来报时场是什么时候吗？四年多前嘛，我们这次相隔了四年，我们来到了南港的原野报时场。哎，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报时到 B 级吗 ？B 三，好到 B 三，有一个绿色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圆柱体，我们吊在那边，然后荡来荡去，我在那边甩，就是很绝望，因为你只要一放手就掉下来，但是你根本没办法去抓下来，然后你又找不到，因为我记得它那个面很斜，你就整个人这样。抓的那个，然后下面就是鳄鱼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你引体向上可以拉几下？20应该20。我也是引体向上可以拉20几下，但是我觉得抱石啊或攀岩跟引体向上差异很大的地方是，他没有办法整个手指头是包住，他会用到很多这种，所以你手指头要勾着，有时候可能摩擦力没办法抓，你只能这个。这两颗特别重，这两颗拨拨来，一直是只抓这两颗。这个是放什么？钟乳石，对石。在那你觉得攀岩跟在健身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健身是高反复次数的动作，抱石不一样是它很吃经验跟全身的协调。我们一定都是蛮力破茧，用力的盯着，然后这样啪啪啪啪啪，了不起40秒，力竭。对，盖伊，我们今天找到一位高手，我们找到一位可以在这里飞檐走壁，来自美国的高手。怎么看到？就在那里，哇，好会爬，哇，好快，速度好快，哇，来了。哇，这个姿势是 Spiderman 吗？哇，盖伊你好，你好，艾美，艾美，见到你们，艾美 ，Doctor Kiwi， 上次来我的地盘了，这次来到你擅长的领域了。是，你觉得抱石跟我们平常练健身，我们有没有什么优势？那对，肯定有。真的吗？我们有体重弱势，我们体重绝对是弱势嘛？哎，60出头。大概63左右，80，谢谢。75，那你等一下要掉一个15公斤上去。哎，想问一下 Jason， 就是身形怎么样会算比较有优势？身形的话，瘦一点是会有优势，但是到你爬难一点的东西的时候，也会越来越难抓，会特别需要手指来抓的这种。那像这种要怎么抓？这种的话就是哦，直接往里把它扣住。它可以扣着吊在上面吗？可以哦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回来一下。哎，轻松。要试，那钥匙也来一下。好，我先。准备好。其实今天想要来跟你玩一些小游戏，因为我们直接爬，我们一定输你嘛。所以今天的考验其实主要是我跟钥匙，我们会设计三个小游戏，然后我来跟钥匙比赛，看谁撑得比较久。第一个关卡叫做便利贴，杰森会拿着便利贴爬上去，找一个地方贴着，贴了之后，我跟钥匙会轮流去拿那张便利贴，看谁花的时间比较短，只要拿到就好，不然长得可以。对，再不然这样。可太难嘞，怕你爬到那种天花板上面，然后吊着。第二个关卡叫做鬼抓人，就是小时候玩鬼抓人，小时候玩过。我跟钥匙会轮流当人，我们会从起点开始，然后杰森你会给我们一人20秒，我们先出发，20秒之后要来抓我们，你只要碰到我们就算出。我们会不会已经都爬了？20秒不够吧？你以为抓得到我吗？然后第三个关卡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吗？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关卡的便利贴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来了。对啊，大家好。下上两个右边上，哎，踢好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杰森，一个邪恶家伙。哎，如果我们超越杰森怎么办？你是心里 OS， 怎么不要想太多？对，不要想太多。不然我先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大一准备好了没？好，准备好了，等我一下啊。那接着多少？12秒。刚刚你脚滑了一下，但是被暴力握住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！不走技术，对，是不是不走技术？根本没有技术，没有技术，都没有学，没有技术要怎么用？要是认真的，你看，要是认真的，输这么厚之后就没有借口。哎，要是要等一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，只要抓得住。他手长脚长，说不定会不会直接用跳？那只脚离地就开始哦。知道，知道。对对对对对。
快了吧？我以为我已经很快了，再干一小再一次，就是身高都不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比赛结束，我们来公布成绩。戴一的成绩是10秒29，药师的成绩是7秒88，88，这赛季88已经取消了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个两秒半差在哪里？主要是药师他的臂展，还有他身高比较高，所以他可以少拿一些点，他就直接套上去抓我们。这跟技术没关系。技术的话，可能因为你爬的时候你脚有稍微滑一下，我要手滑一下，我手滑，最后顺便滑一下，抓的时候没抓准。没关系，进入第二个关卡，我今天很期待的鬼抓人。不是我在讲，我小时候鬼抓人很强，我都跟着路人走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往前走。对，我都这样。我在路人后面，你这个露出来，你现在已经不想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第二个关卡 ，Go Go。我们第二关 Boss 鬼抓人，我跟药师比赛嘛，我们先出发，20秒，20秒之后，我们的 Boss 之鬼接着就会开始出发了。之后，看我跟药师谁撑得比较久，怎样？你先，我先，不然我先好。我只要有办法爬过去就好了。就是你觉得多久可以抓到我？你过去要再个15、20秒，所以加大概40秒。是我们中午看抉择那一次爬的。哦，哎呦，有道理耶！我们要看一下，我们应该会卡在那个4颗黑色很大颗的地方，因为那边没有抓的地方啊。我先来看一下，这边都是好处理，没办法抓的。滑滑，对，我抓可以弄一点。好，算了，直接来吧。哎，你要不要借一下？借一下好了。真的滑滑的，对啊，就可以说会滑。你有粉就会稍微卡得住，然后你手湿湿的就倒塞。哦，是学那个拉邦助斯，在这里吗？在这里会不会？盖一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开始。想一下哦，中午时踩到中午时，每家20秒关要过去哦。哎，你要几秒？欸，真的欸，还没抓到啊！等一下，不是啊，我掉下去就功亏一篑了。还有出发吗？还没啊！杰森出发？还没啊！要你找他？是啊，等一下。要你找他？呀，肾脏变速。所以扣掉20秒，我存活了24秒。没错，这个是没在浪的，而且我中间很害怕，我中间是不是突然变快？中间突然想说反倒被抓到，我不用留力气了，我就直接全开了。看我手汗好多啊！好了，换药师了，药师准备好了没？好，五个，开始，10秒爆一下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这里有两只鬼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人，等一下我们就是来抓杰森，两面包夹，看他可以存活多久。药师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杰森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
不要现在跑想吃一半？哦，我现在能逃跑的地方非常的狭窄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杰森存活多久？杰森存活时间20秒95。好像差不多。这样才20秒，才存活29秒。那我存活多久？24秒。对，24秒。但是他直接跑你那边跑。鬼抓人之王，你知道我刚刚怎么抓到杰森的吗？我根本没有抓他，我眼点我看一看，他自己爬过来。后面我想说，他怎么在旁边？因为我刚刚药师逼近的啊，赶快跑！其实你只要待原地，然后我就慢慢动起来，就会死。不然杰森你要上树吗？好，我要上树。我们1对1，1对1，把我们当鬼，然后你来逃跑，我们来抓你，没问题，抓得到吗？我应该抓不到。那我们给他几秒？5秒，五秒，好，五秒，行，好，上树。来哦，杰森，准备好了没？5秒。杰森，好，来了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开始。他直接死都蜘蛛了。该出发了。撑着在那边等你，手也会酸。你在挑战，你是找死。我只能靠爆发力逮到你，靠爆发力逮到我。OK， 皮已经爆了。Oh no！ 我真的是很用力的，很用力在爬，真的很用力。哇，这就是很会玩鬼抓人的男人吗？我讲错了，就是抱石很强的男人吗？看来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药师。药师，我已经帮你消耗杰森的体力了。太棒了，干得好！我们今天如果再多波波一个人，我们就抓到他，直接把他活活累死。快点，不让他休息。不让我休息吧。打铁趁热。杰森，准备好了没？好，好，准备好就开始喽。开始。药师出发，超快的。药师也快，你说药师很快吗？还蛮快，我有快很多啊。哦，对啦，一个喵喵不上啊。哦，对啦，一个喵喵不上。没看到，40秒，没关系，你们应该在那边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药师应该会过来，就是挑战一下，踢两步，右手蓝色，左手粉红色，然后右脚拖在下面那一块。
要是一分二十秒。公布加赛的成绩，第四关都没有人抓到 Jason， 惨烈！我在那上面撑了两分半，然后药师接近两分钟掉下来，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坎。其实你只要过那边，然后你找个地方休息，基本上我们就抓不到你。好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拍下来，我觉得最累的地方就是前臂。就是伸屈指，就是屈指啊，这个前臂这些肌群很胀，然后很酸很累，然后再來就是手指头，我觉得手指头这边手指头会没有力气，松松软软。对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有在爬，所以我手指是还好，但是因为我平常是爬难度，不是爬速度，所以我的前臂也就酸堆积。再来，我感觉就是可能大小的肌，然后阔背的那边会有一点酸酸的，但还不到撑不住。我觉得让我撑不住的就是前臂，就是抓这种直立的东西。对，我也记得我刚开始攀岩的时候，大概15年前也是第一次爬，最酸的就是前臂。那想请教一下Jason，就是如果我对抱石很有兴趣，想要来练习抱石的技术的话，我可以怎么样先做一些准备？对，其实呢，最好的话呢，就是你直接找一个攀岩场就来爬，因为爬攀岩场都会有一些很简单的路线，可以适合各种人、各种体型、各种年纪来爬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到攀岩馆，在家里练习的话，可以用纸地板。纸地板吗？走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纸地板要怎么练习。好。哇，这是哪里？这个林业南港攀岩场。南港攀岩场，来到它的 B1。好，我现在介绍一个可以安全训练你纸地的方法。首先你站上来，这个很浅。对，这个蛮浅，因为主要目的是要训练手指嘛。因为攀岩的话，因为对手指的依赖非常非常的高，真的很痛，手指都很痛。安全训练方法。好的，用力吧，就等于说用可能自己重量的20%，对，让它 hold 着。对，量力而为。如果是新手的话，你拉可能只能拉体重的30%，那如果比较厉害的话，你可能可以拉就是体重70%。这太哇，这超浅的，这比我刚在下面看的感觉还要浅。20mm，大概2公分左右。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我觉得10公斤吧，有种无力感。可以。可以什么？可以什么？这种感觉出来都可以。等下水下都是这样，或者手指比较好。对。那我觉得两只手应该完全就不用。这个应该就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好，我觉得比较深，都差不多。这个可以。像那个是真的完全两节，完全不知道底在干嘛。两只手它可以交流。吼吼！这样你会觉得轻松吗？这超难的。我说他的感觉，可能最多可以差个20%。你不可能，可以哦，你要请吃饭。哦，哎，剪掉，真的吗？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哎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电脑我要。真的吗？不可能，真的吗？降低额温哦。20号。哦，这个可以。这样，你脚要伸出去啊！我刚脚伸出去，那我也可以，一人一餐。好，请吃啊，请吃啊。哇，嘉义我鸡肉饭啊！可是，一只手完全，一只手是完全不行。要降低额温哦，要降低额温。可以，可以。哦，你刚一开始是那个怕，你是怕，你看你明明就可以，就说不行，真的很难啊。请吃饭吗？你可以的话，两餐，来来来，跟我磕你。我这个对来讲可能比较轻松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加油！这样亮点不太亮，至少是3秒。不要亮点，有点危险。哦，你大拇指不要上，你大拇指的，这样可能比较难处理，很安全。但是我是要吃饭，你要为了这一餐，不要吃饭好不好？对，好了。最后我很好奇，就是Jason，想问一下，你觉得Boss他好玩在哪？因为他每个路线都不一样，然后严管他也会定期更新路线，所以每次都可以做到很多。攀岩的话呢，因为你只要碰到这个点就算成功，无论你
是用很耗力的方法，或是用很有技巧的方法上去，那都算成功。所以呢，你就会想要去精进你的技巧，然后重复去攀爬。好，那今天真的除了非常感谢 Jason 之外呢，也非常感谢原岩攀岩馆南港店，借我们这么棒的场地，让我们来体验看看 BOSS 这个迷人有趣的一个专项运动。真的，我已经大概十年没有回台湾了。十年前的台湾攀岩场都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好，就这边真的很漂亮，而且你看那两个岩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对攀岩有兴趣的话，千万就是一定要来。BOSS是一个老少咸宜，然后你任何体型都适合去做一下。或是我觉得场地看起来干净很重要，干净然后凉快，就让我觉得这个环境很舒服。是，如果有一些同好的话，就可以约过来，然后一起大家来挑战看看 BOSS 这个项目。是一个蛮有趣的运动项目。原岩南港店这里场馆有三层楼，每一层都有很空旷的抱石空间，而且路线每个月都会调整更换，让你可以享受更丰富的抱石体验。不管是大小朋友都很适合一起来玩哦。第一次攀岩，欢迎预约有教练指导的抱石体验，两人以上每人优惠价750元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抱石的乐趣。感谢杰森，谢谢你盖伊，谢谢你药师，谢谢杰森。Hello， 大家有任何留言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杰森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